哎呀，这面有很多的这个工艺品呢，非常的有意思。刚才我看到了那个维京海盗时期的一些东西啊，包括他们用的刀啊、头盔啊等等。但是呢，价格也不是特别贵，200多块钱。没法拿，问题是。哎呀，我是一个非常喜欢买这个艺术品的人啊，工艺品我倒差劲，只要我觉得它有艺术价值，我都很喜欢。哎，这油画不错呀，2000多，价格不便宜啊。